再来写这个棋，这个棋跟之前我写的那个棋就不一样了。那个之前的那个棋，它的重心是比较偏左方，因此它下面两笔的时候是这样斜斜的笔，然后这一笔就比较直。那这一笔是写的笔，这个棋是写的比较端正一点的，因此它的重心是摆在中间的，啊，就很端端正正、规规矩矩的写在中间。好，那两笔短横啊，小心不要碰到右边哈，这边要留着一点空间让它透气。好，那这边左边也没有特别的长。左边右边跟左边，左边是这么长，右边加上一个点也是这么长，因此这个字是一个比较端正的字。那么再来底下这个写法，它是这样出去的啊，那这个也是向右下方大约45度斜斜过来的啊，它的这个三角形是一个中间端在中间啊，两边是等腰，也就是它是一个很端正的三角形，跟之前那个字这边啊，这边是直直的，是不一样的写法啊。这个字可以把它写得很端正啊，这个中间这个身体就摆在格子中间就可以了啊，是端端正正、规矩规矩矩的在写这个字，很平正的一个字。好，再来是写这个法，这个法一样三点水，第一个点是要靠这边一点点啊，偏出来一点啊，第二点是稍微过来一点点，第三点在它的下面正下方挑上去。好，在第一点跟第二点之间摆这个短横，那么这一竖又上面比较粗，下面稍微细一点点。好，在第二横的第二点的下方这里摆第二条横线，加一点，好，一个三角形的结构。好，再来是写这个华字，这个华跟前面有一个华，但是这个华的写法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我们边写边讲。上面一个草头，你从上到下横线很多，所以这个横线跟横线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，那这一条横线呢，它就是比上面的两个草头加起来的距离稍微短一点点，你看这里到这里，这里就到这里就好。好，下面这个两个十字呢，把它分开的，也就是之前的那个横线是这样连过来的，那么这个是两个写单独的一个草头，那中间一样要留的宽一点，有一竖要从这里下来。好，这里由粗逐渐变细。好，这边压一个点，它的点的宽度要比这个草头要略多一点点。好，再来这个横线稍微短一点点的，好，底下还要留一些位置来，那么从中间一竖比较粗壮一点的啊破下来。再来是这个之，之一样，我再讲一遍哈。我们从左边向右下，右边画两条线，呈喇叭状打开的两条线。第一个点就摆在这个线的上面，那第二个，短短一点点往这边过来。第三个，这个就长一点了，往这边过来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写这个音捺，顺着这条线拉过来。好，
拉出一个阴暗，什么时候拉出来，就从这个点对下来，这个地方拉出去的。好，再来是写这个教，教育的教，那么左边是一个孝，右边是一个文字边，那左边这个孝教写的高一点，那左边长一点到这边就好了，那从这个地方交汇的地方写写一笔过来，那从这里挑上去写一个止，这上面比较细，下面逐渐变宽出勾起来，然后从这里挑好。再来是写这个文，因为它没有办法写的那么高，所以上面空着，它从大约从这个地方对过来，好，一笔这样过来，那么它这个这一横线呢，在这末端，也就是这个纸的这个头的高度，做一个左肩横啊，左边尖一点，右边一个点，那在整个长度一半的地方写这一笔，那这一笔不要太长，弯弯的，那从这个末端尖尖的这个末端这里。阴捺逐渐变粗，压下来变粗，然后拉出一个末端。好，再来是写这个也，也上半部靠左一点，压下来，然后逐渐变细，折过来，逐渐变细，由粗变细，那这个是最高的，就这一笔，那这一笔稍微低一点，啊，慢慢的弯过来，弯好了，拉过来，停，往上勾。再来是写这个开字，这个开是一个门啊，那么好，我们先写左边的这半片啊门扇，那这里稍微留一点空间啊，让它开口。左边的这半片门呢，比较窄一点，挑上去。那右边呢，这个稍微低一点，但是它的宽度要稍微多一点点。好，一竖下来，这一竖就比较粗一点，而且要比较长，带一个勾。所谓的长就是这一笔到这里的话，这一笔到这里啊，这之间有一点比较长一点。那贴上去，第一条横线比较短，第二条横线就比较长一点。好，这里一竖下来，往左方撇出去，那这一竖，慢慢的加重，底下比较粗啊。好，再来是要写这个旋，这旋一点摆在中间，然后这一横很长，所以这边粗一点，中间变细，到这边压一个点，好，在这一点的下面写这第一层，那等一下呢，从这里对下来，好，写第二层，好，不要超过这个地方，第二层，那这边在这个头的下方。稍微向右方多出一点点，也就是这样对下来稍微多一点点，整个这个结构是成一个三角形的。
好，再来是写这个观，这个观跟那个开，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是说它里面的要写的笔画比较多一点点，所以相对的它的直线的部分啊，要稍微长一点点，也就是上面这个部位，你不能写太大啊，这上面这个部位，因为底下留大一点的空间。这样子过来，那么左右边写一个一样的，厚度要一样，厚度要一样，厚度要一样，因为这样子底下这条横线才摆得上去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往左边撇出去，那这个侧锋最后是选垂入，就是侧锋到底往回收笔。好，再来是要写一个鱼，这个鱼是一个方字边的鱼，一点一横，左边长一点，右边不要太长，在这个点的下方一笔撇出去，下来一点点，左肩横随即折过来带一个勾上去。好，那么在这个横对过来大约这个位置写这个笔画，然后在这一撇的一半的地方一个长点扎好，这个点就是大约在这个地方对过来，第一个点稍微小一点，第二个点稍微大一点点。